有时候会感到莫名的难过，想不到这一生到底是图什么，总是反复崩溃然后再愈合，最后一个人默默承受着。或许没有人是真正懂你的，为何承受后就变得不快乐，为什么现实的要求那么多，是为了活着还是等待离开呢？多年以后还会有谁记得我，那些说过的话唱过的歌呢？多年以后我又会在哪里呢？是天堂孤独还是地狱苟活？是为了活着还是等待离开呢？